接下来送给各位非常珍贵的美商杰斯奖金制度一张纸，它就是从2009年9月9号上午9:09全球网络 STAR 开始那天开始的奖金制度。听了半天，幻灯片老师讲了半天听不懂，不傻傻很正常，但是你用这一张纸你听完了就会做。杰斯公司第一个奖金，别家有我们也有，叫推荐奖金，又叫推广奖金，它是25块钱美金到300块钱美金不等。我说过杰斯公司物流统一，美国原装出口，任何国家都是原装进口，不得分装。但是金流统一很困难哦，他如何发奖金？他就用美金计价，分数统一。1块钱美金等同于0.6分 CV， 也就是杰斯公司，我在这边买100块钱美金的东西，我是不是等于买了60分？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1:0.6。推荐奖金是一次性，所以带过就好。你假设介绍一个蒋奇瑞，一年顶级入会，公司就会发给你200块美金。哎，不错呢，200块美金就是6000块台币呢，10个不就6万了吗？有没有比上班好？那万一20个呢，不就12万了吗？所以刚开始要重推荐，还没组织产生的时候，你推荐一个人，人家感谢你，你还可以赚到推荐奖金。杰斯的永久财倍增收入在这里，叫做消费分红。在中国呢，又叫推广奖金、推广积分。在台湾呢，因为这叫双轨制、双元制，都有人讲，又叫对碰奖金。对碰奖金呢，公司拿出所有奖金5%，就是35块钱美金，分给每一个人。也就是首先你要成为局内人嘛，你要先加入啊，成为会员，你在这里成为经销商之后，可以领取推荐奖金，但是要领消费分红、推广积分的对碰奖金，你必须成为合格经销商。左边一个网店，右边一个网店，就是推荐两个人，不管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样。这个人也想领，他也要合格，所以他也介绍两个，每一个人都介绍两个，我们的组织就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杰斯奖金制度看的是深度，不是宽度，越深越好，它是无限代延伸。这个时候只有两条线，你推荐两个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OK， 那第三怎么办？还是一样，不是放左就是放右。第四个不是放左就是放，只有两条边，是不是先来的先进？按照顺序排列，像不像一条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南下，你是泰山收费站，所有的人重复消费。所有的人新增加新的伙伴，这些分数都跟你有关，都跟上面有关。所以左右两边共同累积，当左累积到600分，右边累积到300分，这个时候对碰一次35块钱美金，合台币1050块，或者左边300，右边600，也是对碰一次35块美金，1050块台币。哎，很过瘾呢。这奖金一直领一直领，而且顺序哈、都不用担心。有人说蒋老师啊，双轨制听说赚不到钱，骗人的，那是独后公司，万一有大象腿怎么办？赚不到钱。好，有人说大象腿赚不到钱，可是在杰斯公司
没有大象腿不好赚钱，越大越好。什么意思？当你这边有大边，举例，这边是十万分，左边是不是小边？左边只要有三百就碰，有三百就碰。哎，亲爱的伙伴，越大的边它占就是六百，你永远跑出一个下面，只要有一个超级加入就是碰一次。哎，有两个顶级加入就碰三次。哎，好不好？好，这个奖金特殊在这里。但是呢，要讲优点，这种制度有什么优点？第一个，无限代延伸。我没有碰过一家公司奖金发放是像我从一个人开始连连连连连到几百代几千代，哇，我还是一样奖金对碰无限代，各位听得懂吗？很刺激。第二个优点，全球连线，更重要的业绩上下共享，业绩上下共享。好，更刺激的，我们的收入是秒结周领，亲爱的老板们，你们有没有领过秒结周领的？这位小姐美女有没有领过周薪？一个礼拜领一次，没有哈。杰斯公司，我一边跟你们讲话，我奖金一边在跳，我越跳越讲我越爽，你知道吗？它特殊的就是前面的努力通通没有浪费，一直保留，一直碰，一直保留，一直碰。第三个优点，我们要谈业绩啊，就要谈积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公司的积分永远保留不归零。说做业务的人，这个月冠军第一名，全国总冠军，颁奖出国旅游给奖金，对不对？下个月一号吃龟苓膏，从头来。美商杰斯公司从你加入第一天介绍的第一个朋友开始，你只要每个月都有重复消费2800，你的分数将永远保留累积不归零。最过瘾在这里，别家公司包括 7-11 家乐福买东西积点数送公仔，对不对？或者是送什么赠品，杰斯累积点数保留送现金呢，这是最过瘾的地方。哎，奖金积分永远保留不归零，但是也不能够无限上纲，一直发一直发，发到爆了，奖金公司垮了怎么办？所以他会设一个安全封顶的机制，也就是既然领周薪，他就要设一个安全点。一个礼拜最多最多只能给你领750次的35块钱美金，大约等于3万美金。我用大约的啊，大约等于90万台币。这是一个礼拜。美女，你很漂亮，你贵姓？邱哈，有没有耳朵？有，有耳朵的哈。邱小姐，你很认真工作，一个礼拜领90万台币，感觉如何？当然是好哈，少个零都甘愿呐，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个收入只是一个礼拜哦，一个月，不管4个礼拜、5个礼拜，最多只能够领3000次。35块，大约等于12万美金，大约等于360万台币，一个月。哇，
一个礼拜领90万就爽得要命了，一个月要领300多万，有没有很爽？睡觉都会笑醒，对不对？这可不是天方夜谭。现在美商杰斯公司这短短3年的时间，已经有8个人达到这个条件，其中一个是我呢，好不好？杰斯公司第3个奖金才是让我辞掉工作的主要收入的一个动力来源。第3个叫做辅导奖金。辅导奖金是我们的永久财，小编大象腿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什么叫做辅导奖金？邱小姐用得非常好，介绍了7个、8个、9个、10个，哇，通通只是爱用者，用用看，试试看，对不对？不一定会做。可是11个、12个是在介绍到一个，不得了哎！你介绍到我，什么都不要做，你每个月只是重复消费2800。结果有一天我赚100万，你跟着我领30万，我赚200，你跟着我领60，我赚300，你领90万。你推荐我，不管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永远是你第一级。有人叫第一代，介绍直推放的位置不重要，就是第一代，永远的20%到30%。邱小姐只要介绍了我，第一代永远的20%到30%。等一下我再解释。太好了，你都不要做了哈。我介绍他，我也想领30%，哦，这么好赚，对不对？他跟你不认识，在杰斯应该没关系，可是关系密切。我的第一代却是你的第二代。他赚100万，你跟着领15万；他赚200，你跟着领30万呢，不得了！第二代出来，永远的15%，还没完呢。他再介绍下去，就是他的第一代是你的第三代。他赚100万，你领10万；他赚200，你领20。哎，我们一直下去，第4代到第7代，通通是5%。哇，会数学会算数的各位算一算，我当初因为这个奖金这个部分，我晚上3天3夜睡不好。为什么？你可能花了很多的心血，万一你3年的时间找到一个奖奇瑞，你有一天光等就可以等到月收入1000万以上新台币。我代表什么？我代表全亚洲全球业绩第一名。哎，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杰斯这个生意不是你要多厉害，你要找到够厉害的人帮你工作啊。但是是不是他在帮你打工？不是，他在为自己创业，你因他而受惠，杰斯公司感谢你，用奖金回馈返利给你。有没有听懂？这个就是杰斯公司辅导奖金的魅力。弱水3000，独取一瓢饮足矣。你不需要介绍太多人，推荐很多的人，你好好找到几个蒋奇瑞就可以了嘛，或者林宗尧老师嘛。我赚1-200万算什么？推荐我的 Kim， 1965年出生，上个月的收入2500万新台币啊，跟我同一天做，我只是从台湾开始升到36个国家。Kim 是一个国家找一个蒋奇瑞啊，所以这个收入没有锅盖，没有上限。各位听懂了没？辅导奖金是不是很棒？杰斯公司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奖金就是全球分红。全球分红3%，刮胡钻石级才能领。亲爱的伙伴，台湾的生意啊，没有3年的好光景，人口那么少，我们做的是全球70亿人口的生意啊，营业额20亿就好，很少哈，20亿美金，3%，6000万美金哦，合台币18亿哦，
现在八个钻石去分，每三个月分一次，有没有很爽啊？告诉各位哦，这是额外的 bonus 哦，这才叫大钱哦。一直押对一个宝，走对一步路，你所有的一切通通回笼。杰斯奖金制度有没有很简单？讲完了，就这四种，是不是简单明白？好，还没完，你们都想上钻石，对不对？我教你们如何上钻石，好不好？来，接着这边还是 A 四纸啊。哎，首先你在杰斯公司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务必要直接推荐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一定要在一个架构底下，就是合格。他加入还不算，他要介绍两个。你介绍我不算一个，我要生出两个。你介绍他，总共十二个都要生出两个。这个时候，你就像我妹妹一样，叫做蓝宝石级经销商。做到蓝宝石级经销商，这个领得到，这个领得到，辅导奖金可以领到第三代。蓝宝石领三代，月收入大约50,000新台币到，哦，这边已经不可考了，到35万以上一个月，从此可以不用推荐了。 B， 哎，我生一堆孩子，不是每个都孝顺我的吧？只要有一半听话孝顺的，你就发财了。也就是这十二个里面，你只要直接推荐六个人上蓝宝石，看得懂吗？直推的六个，这十二个里面有六个上蓝宝石。我们说碰局，左边右边600、300、600、300碰，你开始算碰数，每个月1号到31号，像11月是30天，就30，2月是28天，统计总数，碰局数，达1000次。这个时候，你的名字就叫做钻石。做到钻石的月收入，基本起薪就360万一个月以上。讲完了，有没有好简单？杰斯公司最高的聘阶，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双钻石。什么叫双钻石？直推六个里面两个特别厉害，跑到做钻石了，你就要双钻石，月收入最少最少760万一个月以上。 Kim 就是双钻石，上个月2500万新台币啊。亲爱的伙伴，奖金制度这一张纸有没有很简单？你只要看懂会用这一张纸，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我没有碰到听完没兴趣的。好，那么现在告诉各位，你可能会听，哎，蒋老师不对呀，听说过有什么红宝石级总裁、绿宝石级总裁，有没有听过？在哪里呀？好，他们通通都是蓝宝石直推十二个人升上来的。可是呢，红宝石总裁是什么事情呢？他们也非常认真推荐十二个要帮助他们通通都能够上蓝宝石，可是不到六个，只有两个人上蓝宝石。碰局数呢，也没有那么高，1000次，他只要200次。这个时候你就叫红宝石级总裁，月收入呢最少40万台币以上，月收入。再接下来，最高聘阶，
绿宝石总裁，接下去，绿宝石总裁，超过两个，不到六个，四个人上蓝宝石，碰局数500碰，月收入最少90万台币一个月。林宗尧老师就是绿宝石，上个月120万，好不好？他才干两年多。这个就是美商杰斯环球有限公司奖金制度成功的一张纸。你只要学会用这一张纸跟人家直接用手写，背得起来，讲得清楚，我告诉你，无往不利，清清楚楚，这叫奖金的价值。这边有说第一代20%到30%，怎么回事？跟各位报告，20到30是看你推荐人数、重复消费的人数多寡而定，公司多给你的奖金，本来只有20%。也假设说，邱小姐推荐的曾小姐只有一个，但是曾小姐很厉害，介绍了4-5个都成功了，那么她只能够领第一代的20%，对不对？可是今天邱小姐又介绍了1、2、3、4，连她5个，只推了5个人都有自动重复消费，这个时候第一代就从20%升到25%，有没有听懂？她很认真，邱小姐又继续推荐了另外5个，6、7、8、9、10，通通都有重复消费。恭喜你，你的第一代，所有第一代又从25%升到30%，这样有没有听懂？杰斯这个制度很人性化，你只要认真的工作，心想事成，而且收入超乎你的想象，想不要都困难。杰斯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台，所以你们要用不平凡的做法来经营它。哎，这个真感情就是好文章。60几岁的阿妈给的哈、哦，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一位非常年轻，而且是高材生。他为什么会选择杰斯？所谓高材生，他是台湾大学毕业。各位，台湾大学好不好考？嗯、怎么那么小声？好不好考？原来你跟我一样都没考上，对不对？哦，他为什么看到杰斯的什么亮点来加入杰斯？各位想不想听听看？想。我们对了，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蒋一麟。谢谢林老师。我叫蒋一麟。首先，我想要代表我们全家先感谢蒋奇瑞老师全家，然后还有黄信怡老师，就是对我们整个这样5个月多月来这个充满爱的公司所有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那我在这边想要分享是，我刚刚在下面想了很多，一上来就看到林老师很感动，现在脑筋一片空白。我们从7月4号加入到现在5个多月啊，说老实话，我一开始没有看懂。我一开始是相信这个公司的产品很好，就是以我就是专业的背景来说，我知道这东西好。那么多专业的科学家背书了以后，我对这个产品一点都没有怀疑。马上知道了当下那一秒，我们全家就是都非常非常认同。那可是接触了这5个多月来，我越来越觉得这公司不得了、欸。那我以前在台大护理系的时候，从来没有教过我怎么赚钱，学校的系统从来没有。可是我越了解这间公司，发觉哎，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网络即将摧毁一切。我们换一个通路消费的话，可能换到财富。那我既然这样子，就是在蒋老师这样一个机缘下，跟这样子一个这么了不起 Randy 建设出来的平台结合之后，就真的让我这一个月的收入到现在已经破50000块台币，真的是有一点点莫名其妙说为什么。
透过两个两个两个这样子的一个二分列法，可以换个通路消费，换出不一样的人生跟财富，是我以前过去没有办法了解的。那我上个礼拜上完方生老师的那赢在系统的明日总裁班，艾莫老师的赢在系统明日总裁班，他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说，一个人为什么不成功，是因为他的梦想不够大；一个人为什么不够赚钱，是因为他帮助的人不够多。那我觉得 Wendy 跟 Randy 这个把那个善的力量发出去的那个全球连接全球的一个平台，真的是可以让我在这个平台上借由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来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以后也实现自己的整个人生的自由。所以如果真的愿意看懂了这个事业，选择这个事业的话，我们一起在这边打拼，永不放弃的话，一起全力以赴，一起成功。谢谢。